现场看。不是，不是，店主，我现场过去。我坐那车，坐那边很远。让他过来啊！不去，不去。现场都没看呢，不去。我迷路了。是猪猪，他就是在小区里面养殖的，被业主发现了，房东就让他搬了，他不搬。合同上面写的是可以养宠物，但他让房东来打官司，社区也在想办法。幺幺零也来了很多次了，也联系了很多部门，就说他那个是宠物，没办法强制把他带走。他没住这边，他那个时候他说是进出的，他一条腿要卖几千块钱，就开始说是30多条，然后全天的被要交租，已经9条了。业主就很恐慌，那个业主要到外面租房子去，我说他回来了，刚好遇到那个猪猪，然后我在家都出去煮。我们的诉求就是要他搬你那个昨天家这个期限是11月1号之前搬嘛，不他会不会变卦呀？昨天晚上跟达峰协议了嘛，然后就是说承诺的是11月1号搬入小区嘛，他们双方现在正在派出所里面处理这个事情了。